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铁梅号。现在是我们刚刚表演完台北场的这个，就是结束的时候。然后今天表演完，就是感觉就是没有流太多汗，不晓得是不是天气变冷的关系。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在台北这边，就是挪过这边表演，所以感觉上就有一点就是筋骨没有施展开来的。那我们明天紧接着就会纪念团是在练团，所以会把更好的节目的内容就是带到高雄。然后11月24号在高雄，我看棋盘上的空格是铁梅号今年的在高雄的最后一次的专属巡回。那我们会带来几乎快要90分钟吗的 set， 那就是应该还蛮确定就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了，所以希望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朋友们一起来支持我们。